我们谈到汉学教育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跟现代一般教育不一样。 啊，现在无论是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啊，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不相同。啊，现在的教育着重在知识。 知识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形容，很多人形容它叫知识爆炸，啊，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，真的是活到老啊，学到老学不了，又何况。 现代的科学知识日新月异啊，一个新的定律被发现了，二三十年就又被推翻了啊！现在没有人承认宇宙之间的会有永恒不变。 有没有有？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不认识。啊，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：本性本善，这是永恒不变的。没人相信，也没有人能懂得。 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佛法里面讲的发现。佛性跟我们老祖宗讲的本性很接近。啊，实在讲呢，是一个，不是两桩事情。 是一桩事情啊，只是佛正的的圆满。我们老祖宗所讲的，没有他讲的那么圆满，讲到了。实在讲呢，也可以说是讲圆满了。我们不能体会，他说的太简单了，没有佛经说的那么详细。 啊，中国古人是略数，佛是细数，什么原因？这个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善根没有印度人那么厚那么多啊，所以关于这些问题。 古圣先贤用的方法是点到为止，不细说。为什么？说了你也听不懂。留到以后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再把它说清楚、说明白。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我想。 很有这个意思的存在啊，啊，不能说老祖宗不如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不以为然。老祖宗跟释迦牟尼佛有同样的智慧、知识，相处的环境不一样，面对的社会啊不相同。 啊，印度在佛陀那个时代，上上根人很多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呢，比较稀少，不是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些大圣大贤，他们讲经教学。 观机施教啊，啊，不同根性有不同的说法，目的是一个，都是帮助听的听者开悟啊，啊，物有彻悟，有大悟，有小悟。 华严中将菩萨分为五十二个阶级，意思是说清净平等心的等级有六十二个啊，开悟的大小。 也有二十五十二种不同。面对大众是某一个等级的，说、表演，啊，都是在这个等级，这叫契机确立。 真的受用啊！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国内都能理解啊，谁累过得去？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常看到，所以。 教学理念的目的是叫我们得定、的三昧，啊，也就是回归自信，啊，自信本定，啊，这个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真心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不动的。 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就在眼前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啊，就古人说，人人皆可为尧舜，尧舜是大神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个个人都是圣人。 佛讲的更干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看说的多干脆啊！本来是佛，教育的目的回归到你的本位啊，那么你本来是佛了，你成佛了，这个教学就圆满了，就毕业了。 啊，佛陀是最高学位的名称，这个学位你得到了。啊，从这一方面观察，佛教跟现在宗教里面所说的不一样。宗教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生命的真神。 佛教里头没有，佛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起心动念来的。十八界、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分别执着来的。那么，我们如果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。 那佛就告诉我们，这宇宙就没有了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假的不是真的，不见了，像一场梦一样，梦醒了，梦中境界。 永远的消失了，啊，不会再见到了。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我们教学的目的是要回复真的，啊，回归自信，就是回到真心。佛菩萨用真心。 一切众生用妄心，用妄心叫凡夫，用真心叫佛陀。啊，学佛就是学用真心，把妄心放下，这叫真学佛。那么下面讲呢，教学的方法。 回归自信，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。教学的方法很多，啊，这里头最殊胜的方法，这是对知识分子讲的。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占多数。 所以佛，佛佛陀当年在世，给我们表演的是知识分子，好学多闻。那么，对这一类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千遍。啊，这一部书叫他读。 古时候，私塾教学，老师教学生，就是教他读，没有讲解，就教他读书，啊，一天读八个小时，字没有念错。 没有念漏掉，一遍一遍去读，那会不会厌倦呢？不会，变数越多就越有味道啊！那个真的味道，佛法叫发味。 法味要生出来之后啊，就无量的欢喜。啊，为什么法味里头有德行，法味里头有智慧，其以自见。你念这个书，不要老是讲，意思自己明白了。 明白之后啊，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点头，给你印证。啊，老师，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同样一本书，两个人学习，各有各的意见。 这两个人体会的意思不一样，问老师，老师都点头，你对，你也对，这非常有味道啊！念的遍数越多，体会的意思越深，体会这个面越广啊！这个时候，老师会指点你。 这个制定非常重要，要把这些意思，你觉悟的意思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。现在的话叫“活学活用”，这意思从哪来的？ 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啊，为什么以前不会流出来？以前你的自信有东西障碍它，它流不出来。现在你的自信开了，障碍去了，或者障碍剥了，啊，能透出一部分来了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佛知道。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知道，所以这个万方法用了几千年，啊，就是叫你读，不要用思考，思考是妄想，是障碍，啊，不去想它，老实念它，就会把障碍念掉了。 啊，自信里面智慧功德露出来了，妙绝了！啊，那么一千遍，这个意思没出来，不要紧，不要去想，不要着急，着急都是障碍，继续一直念下去。 念两千遍，念三千遍，啊！有人念到六千遍，其一，自己。有人念上一万遍，其一，自己。每个人自信，前面的障碍不一样，有人。 烦恼习气很重，有人烦恼习气比较轻，不一样。啊，轻的人很快一两千遍，问题解决了，他就出露出来了。那烦恼习气重的啊，要好几千遍，甚至上万遍，只要有耐心啊，有信心。 有耐心，不要着急啊！一切事情慢慢来，啊，决定有一天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！一切事顺其自然，顺自然是最最健康的啊，绝不要强求。 强求就是增加障碍啊，知识可以强求，智慧不能强求啊。知识强求可以得到，智慧没有办法得到啊。越是强求，障碍越严重啊。那么，于是我们就晓得了。 古人教学教同盟念经有道理啊？为什么小孩要是不念，也会打妄想，也会有杂念？那个妄想杂念就是习气啊！心相近，习相远呐、啊。习气天天让他在膨胀啊，他跟。 本性呢，距离越来越远了，那就错了啊！啊，中国跟佛法，他们教学就是让这个习性跟本性要靠近，它是会跑远的，速度不要太快，越慢越好，目的在这里。 啊，越慢越好。啊，那止住呢？止住不动呢，那就得大定，那会会肯定会回归自信，那就成佛成菩萨了，大成就了。啊，在中国人讲成圣成仙。那是教学的目的。 所以注重自己啊，目的是开悟。开悟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人人都有啊。现在这个真心迷了，真心本来明，现在不明了。这个话。 我们中国人说了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啊，中国人就讲了，你看《大学》，《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》，这几句话，纯粹的大学。 啊，大乘佛教讲什么？就是讲这几句，把这几句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彻了。啊，明德就是明心。啊，心居住无量的德能。 啊，中国人讲“明明德”，你看，“明德”是名词，啊，上面加了个“明”，那个“明”是动词，说明我们的明德现在不明了，要向明德在恢复它的光明。啊，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清明。 清明是什么意思？清是清爱呀、啊，就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，普度众生呢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明。 佛比他讲的意思深，佛讲众生，众生包括的范围大啊。如果名直指人类，十法界里头人法界啊，我们都是人名，都是人。如果指众生呢，那包括十法界啊，包括天道。 啊，修罗道、人道，啊，下面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十道，统统包括了。所以佛不用民，不用人，用众生。这个意思好。啊，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都叫做众生。啊，不但包括动物，还包括了植物，包括了矿物。 都是中原活合而生，乃至于包括鬼神、天神，还是中原活合而生。这意思广啊！啊，这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凡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我都要爱他。这就叫亲密。 清民的意思多么广啊！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，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包容异族文化。异族就是指印度的佛教啊，而大乘佛教大幅度的提升了中国本土文化。 啊，<laughs> 本土化把我们老祖宗所讲的是讲清楚讲明白了，用佛教的教义来讲，提升了。啊，所以我想我只想到的是，中国老祖宗点到为止。啊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佛法没来？跟你讲你也不清楚，反正后来佛法来了会讲清楚。 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他都通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机缘成佛，哪些该度他的人，他都知道啊。他不是不晓得，现在跟你讲听不进去、啊，过几年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你看古人的智慧，啊，现在人没有这这种功夫能量，没有啊。 古人有啊，啊，未卜先知，啊，就开发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，啊，大乘法里头用这三个项目全包括了，包括整个宇宙，啊，的，就是能量。 我们今天讲能力，相是相好，不但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都包括在这一个字里头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有一句话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” 啊，所以人跟人是平等的，人跟佛是平等的，人跟菩萨是平等的，人跟鬼神是平等的，人跟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平等。啊，为什么平等？都是假的。 啊，通通等于零，零跟零是平等的，这妙极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是平等。 每一天做的梦不一样，都等于零。醒过来等于零，不醒过来做梦的时候还是等于零。那个时候等于零不知道，醒过来知道了。所以，整个宇宙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明明德是真的，就这一样是真的。 明德里头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啊，在净土中叫长吉光土。啊，就是明明的，啊，就是圆满的自信，叫长吉光。长是不生不灭，这叫长；吉是清净寂灭。 他什么都没有，啊，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啊，没有波动的现象，所以叫气，啊，光它是光明，它的光明遍照，啊，遍照的意思是什么？它无处不在，它无时不在。 没有一法离开他。他就像虚空一样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能够显现啊。不起作用的时候没有，起作用的时候现象。啊，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万法是什么？宇宙。 啊，整个宇宙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自信心你看，能现万法啊，现万法需要多长的时间？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。 两千一百兆分之一秒，也就是说，一秒钟它现了多少次？两千六百兆次，一秒钟。相思相续，它不会断的。前面一个念头灭了，后头个生，接着就生。 前一个念头的现底下跟第二个念头现底下不一样。啊，那我们在近处看，今天看到大家，昨天看到了一样啊，没有改变呢、啊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这小块很小的，你要放到整个宇宙啊，哦。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它现的不是现这一小块，大小通通现，同时现。啊，是自性本具。遇到缘了，缘就是波动现象，遇到缘了，它就现象。 宇宙没有先后啊！现在讲进化了，在佛法讲不通，佛法没有讲进化的，啊，进化论讲不通，啊，进化里头人是猿猴变的，为什么现在的猿猴没变成人？啊，人要是猿猴变的，猿猴应该完全没有了。 为什么现在还有？讲不通啊！啊，佛法讲什么呢？一时顿现。啊，就像我们电影，啊，这个画面照到荧光幕上，是一时顿现，没有先后。 没有距离、啊，没有距离，远近就是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时间，时间、空间是假的，啊，是我们人类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头产生的，啊，不是真相，真相告诉你：没有距离，没有先后。 啊，这大乘佛法，我们有先后、有举例的想法，就是有时间、空间的想法，通通顺。于佛法的名词，叫不相应行法。现在的名词叫抽象概念，啊，时间、空间是抽象概念。 不是事实真相，啊，事实真相，佛说的好，为正方知，啊，你要没有正德，你没有办法了解。我们跟佛学，听佛说法，佛所讲的是他所真的，我们没真的，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些知识，这个知识有。 有作用，将来我们自己证得了，可以拿这个来对比。我所证得的境界跟佛经上说的一样，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不一样，那我自己错了，我要修正自己，理念方法啊，要真的真实。 所以佛经、佛学称为内明、内学。啊，印度古时候讲五明，五明里头，佛教的经典叫内明，内心就是自救。啊，所以叫内学，不向外，完全向内，向内能把宇宙。 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科学向外对宇宙只能解释局局限性的，他没有办法完全了解。啊，局限性里面阿赖耶的三细相，《大乘经》上佛有说过，科学家可以做到。 啊，这个三现象，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指的是念头。啊，我们一天到晚大妄想，想东想西，想前想后。啊，这究竟是怎怎么回事？情？第三个是自然现象。 啊，经典上告诉我们：，我们反腐，用第六意识，就是用我们的思想，啊，可以明了这三种现象。啊，虽然明了、明白了，他到底怎么回事情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得不到受用。 啊，受用是什么呢？自信能量的发挥。啊，在佛教里讲六种神通，六种神通啊，是我们本能，啊，自己本能六样本能的现前。这个科学家没办法，啊，他现在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这个难得了。 阿罗汉都搞不清楚啊，三乘菩萨也不清楚啊。那佛给我们讲，到什么程度你才搞清楚？八地以上。那么科学家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是不是八地菩萨？不是的，八地菩萨。 有天眼通，他的天眼能够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诸佛刹土。科学家没看到啊！八地菩萨无论到哪里去，不需要交通工具。 他起个念头，我到哪里，他身体就到了。科学家做不到了，所以说，科学利用这些数学仪器观察到事实现象，他得不到受用。那个受用还比不上虚陀环啊！虚陀环是最低的。 五十二个阶级的，他是第一个，最初的，像小学一年级。啊，他有什么能力呢？他修定呢。啊，最小的定，那小小电他的小小通。天眼天耳。啊，能量不大。啊，就是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他能看见。 我们听不到的东西，他能听到。啊，举一个例子，他能看到六道里面的鬼神。啊，六道里的人，天神、鬼神，他能看到，我们看不到啊。 啊，他看到很多信息，他听到很多信息，可以趋吉避凶。这是我们不如他。啊，譬如他知道哪一天下大雨，会变成水灾，哎，他就先搬家了。 啊、搬到高地方去了，小小神通啊，有这个作用。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面看到，啊，他是，在干旱的一段时期，啊，很严重。 他叫他们的同学把排水沟啊，通通清，做一番整理。啊，里面有堆积的，啊，这些落索通通清除，排水沟清除。大家都在奇怪，啊，天这么样的干旱，清水沟干什么？啊，等他清好了，好像第三天下了一场大雨。 啊，其他地方的水都淹淹进来了，唯独他这个地方每一个房间没有淹水。他没有说话，他带头干。啊，那么我还听到一桩事情，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这朋友是个将军，啊，是一位中将。 抗战期间，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，他的军队住在江西。啊，附近有个老道，道长。啊，平常也常常在一起聊天。有一天，老道通知他，啊，告诉他，叫他搬到高地。 啊，意思就是说会有水灾。他怎么样看也一丝毫痕迹都找不到，啊，也是干旱的天气，怎么可能有水灾？啊，因为老道住的地方也在山下，他就派人去看，你去，着，看看老道，人家到回来的时候。 老道搬家了，搬到山顶上去了。他一想，哎，我们就听他的话吧。啊，把他这个军队说搬到高地上。三天之后，山洪爆发，这个地方被淹了，原来的地方果然被淹了。啊，这就是说，他有能力预知。 啊，这个事情不是假的，所以佛教给我的方法，回归自信的受用。科学家虽然解密了，不得受用啊，而且的时候并不彻底。佛法从禅定当中认知的是真正彻底、究竟彻底的明了。 从这一点来看，科学比不上大成啊！这是古老的教学理念跟教学的方法，现在人不相信啊，我们给人解释很困难。 找不到这个例子，那我们现在要叫别人相信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要做出榜样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要得三昧，我们自己要开悟。啊，三昧能不能得到？能，放下就得到。 啊，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这就是真心。啊，清净就不能接受任务啊，在什么地方练功夫呢？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。啊，我们举这两个例子。 鼻闻香，舌尝味，身接触，念头的想象，这叫六根对六尘。练什么功夫呢？练不分别、不知足。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没有分别心，就是平等，一味平等。 啊，没有执着就是没有然，污，没有分别，没有高下，这就是修定。啊，慢慢把它养成习惯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境界，善缘恶缘。 逆境、顺境都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，你就成菩萨了。啊，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 啊，那么有起心动念，也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。阿罗汉没有执着。再给诸位说，没有执着就没有轮回，六道轮回从执着生的，有执着就有轮回，没有执着就没有轮回。 有分别就有十十法界，没有分别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分别执着完全断了，他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一超越十法界，就明心见性。 就大彻大悟啊！他住十宝庄严土，跟诸佛菩萨住在一起。那个世界跟我们世界不一样啊！他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，有自然现象，虽有这些现象。 他们的环境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他的物质现象，我们的物质现象是生灭现象，他们的物质现象没有生命。啊，人的寿命真的是无量寿，无量寿里面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变化。 啊，真的，再长的寿命看起来是年轻人。啊，树木花草也没有生住一面啊，都是无量寿。树木花草永远是那么样青翠，啊，永远是那么样的茂盛。 没有改变，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树木花草春生，夏长，秋天就落叶，冬天就枯了，它有变化，啊，一针发界里头没有变化，四季长春，风和日丽。 那叫结乐世界啊？为什么它是自信变现的？它不是从阿赖耶变的，阿赖耶是生灭法。所以，设法界里面的一真庄严是有生有灭，一真法界不生不灭。啊，天堂不能比，天堂在六道，它还是有生有灭。 啊，他的生命比我们缓和，没有我们这个速度这么快。我们现在变化太大了，啊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越来步调越快，越快人就老化越快，那不是好事情。啊，要知道速度加快的时候，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寿命缩短。 啊，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，我不跟他的步调，啊，他走得快，我慢慢走，啊，这是我们自己搞清楚、搞明白、自己可以掌控的，啊，不跟他的速度，啊，也就不跟他同生同灭。 事实真相都搞清楚啊！那么这是教学的理念、方法不一样，学习的心态不相同啊。圣贤都要有圣贤的根性才能学，没有圣贤的根性不能学。 啊！但是没有圣贤根性的人，可以扎圣贤的根。啊，反正，在六道里的时间很长嘛，慢慢来嘛。来生后世遇到佛法，再接着干。啊，我们过去也如是啊，过去善根福德没成熟啊，啊，种善根生生世世种善根，这一生明白了。 搞清楚了，啊，这一生不放松，决定求生净土，往生净土就是大圆满，就是成就了，啊，跟成佛没有两样，啊，这是佛法的好处啊，啊，那么成佛必具备的善根。 啊，是什么呢？无能。五常、四维八德，那就是说，中国传统文化，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基础啊，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三页。 我们要学，不能不学。为什么？学了这个，我们才有善根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少善根福德因缘，没有把握去啊，换一句话说。 多善根，多福德，多因缘，你就有把握去。你这多重要啊！我们今天学《弟子规》，学来干什么？学来救自己，救家庭，救下一代。我们做出榜样给他看呢、啊。 给儿女看呐、啊，给年轻人看呐、啊。啊，现在的人不知道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尊敬师长。啊，我们开头讲啊，孝是中华文化的根，敬是中国文化的本。 现在人都没有了，根本没有了，哪里会有职业？啊，花果更不必想了。啊，人人都要扎根，从谁做起？从我做起。啊，我们敬爱父母。 父母不在了，父母还有照片在。我们把照片放大，供奉，啊，在家里面的大厅里头，每一天见到父母照片，如同父母见到父母一样，啊，向他行三鞠躬礼。 念佛的人手向他们烧一炷香。老师不在了，还有老师照片，也可以这样做，挂在家里，教谁呀？教年轻人，教家里子弟，不要忘记父母，不要忘记老师，把孝养老师、尊敬老师，啊，孝养父母这个心，用在。 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这就是善根。啊，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三福、四红、三学六度。啊，敬业三福。 是佛对所有的弟子们开始的最高指导修行的原则，这三条啊，字也不多、啊。 啊，第一条四句，十六个字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最好把这句四句四桩事情啊写出来，印出来。 啊，学佛同学供养在佛像的旁边。啊，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做完功课，念一遍，提醒自己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。 修饰善业。第一条，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念一遍。每一天提醒自己。啊，这叫真舒服。啊，四弘誓愿。 众生无边是愿度，烦恼无尽是愿断，法门无量是愿学，佛道无上是愿成。我们学习的目标、学习的次第啊，首先发现，然后真干，真干从哪里干起？从持戒、待定、开会。 智慧开了之后，广学多闻，这才能教化众生啊！最后圆满成佛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做福。啊！善学、界定、会阴界得定，因定开会。 我们前面讲教学的理念方法，都是根据三学延伸的。啊，三学是根本，六度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交往。 我离开这六个项目啊，每一天生活就感到非常充实。这一天没有白过啊！啊，这一天过得很充实，很有意义，有价值，知足。 伦常八德，具足三福六度，这是真正佛弟子，这是真正中华儿女，啊，华族真正的。 后代呀、啊，后裔呀、啊，做佛、做菩萨、做圣、做贤，要具备的善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养成。啊，在工作，在处事待人。 有善根，还得有福德啊！福德，我们把它归纳六句：老实人一定要学老实，老实人有福报，老实人不会吃亏呀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决定不能欺骗众生！啊，欺骗众生叫缺德。老师，这个德没有了，缺失了。要听话，听谁的话？ 听老祖宗的话，听大圣大贤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中国老祖宗真正的爱护自己的后代，把他们自己的智慧。 他们自己的经验啊，他们的成就写成书本，流传给后世子孙，这是真实的宝藏啊。 啊，用汉字、文言文写的啊？为什么用这个？这是了不起、最伟大的发明啊！这个世界上的历史来说，任何一种发明都比不上汉字跟文言文啊？为什么？ 它是真理，什么叫真理？永恒不变。这个世界上东西没有一样，不再变更，啊，天天都在变化，唯独汉字文言文不变，这还得了吗？ 啊，我们学会了汉字文言文，祖宗千万年留下来的这些经验、理念、方法，我们全得到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确实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呐、啊。在哪里？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啊。 啊，四库全书的钥匙就是汉字文言文。啊，有这把钥匙的人，要不肯传下来，他是什么罪过？他对不起列祖列宗。 他的地狱肯定在无间地狱过宝。啊，他也能欢喜乘船，无有条件，受再大的苦难，受再大的折磨，也要穿下来。这个人的功德。 不可思议啊！他要不学佛，来生不只是国王，他的福报太大了啊！他到天上去做天王去了。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啊！有财富不要敛财，越失越多。 啊，懂得这些法门的人认真传传授，逢人就教，越多越好，啊，那他来生的智慧增长，啊，就是佛菩萨的智慧，大圣大贤的智慧，理事都要搞清楚，啊，所以。 有多少交多少，绝无保留。啊，千万不要拿到古圣先贤的这些智慧当做商品去贩卖。啊，我可以教你，学费收的很贵。啊，还未必完全教你。 有很多交一半、啊，自己还留一半，啊？为什么？怕你将来超过他，啊？那将来的果报，你肯定超过他。为什么？他心量太小了，自私自利，福报有限。啊，需要真诚。 真诚心、亲近心、恭敬心，你就能学到。啊，没有老实听话、真干的精神，没有真诚、亲近、恭敬、良好的态度，遇到好老师也学不到。啊，做学生能学多少？ 完全决定在你的态度、心态，这是福报。啊，印光大师说：“一份诚心得一份利益，十分诚心得十分利益。”总是从诚心心中求啊。 谁有真诚恭敬心，谁就能得到圣贤的传法。我们要明了，要真干，啊，这才是真实学问。啊，我们要把它落实在身贤 研究，啊，学了，一定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真得受用，真得发喜，物质条件再差。 精神生活充满了啊！孔子当年在世，家境最差的颜回，真的贫穷到连三三餐饭都成问题，但是。 学习的态度最好，啊，过那样的生活，连孔子都感叹，啊，其他人不能承受，颜回还每一天快乐无比，啊，夫子最赞叹的一个学生。 那下面我们的介绍，基本过程就是从哪里学起？啊，《弟子规》人常教育，五伦五常的教育。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。换一句话说，《弟子规》是。 基础道德教育，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。这个东西不能不学啊！小时候没学，现在要把它补过来。啊，年老了更要补出来。为什么？给后辈人看。 啊，老祖父没学过，现在认真学《弟子规》，他的儿女不干不学，他的孙子辈了更欢喜学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？老祖宗带头，上行下效啊，啊，才能收到真正的成果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学习。 啊，地《弟子规》里头，一百一十三桩事情，文字不长，只有一千零八十个字。《太上感应篇》稍微长一点，大概有一千五六百字，里面说了一百九十桩善恶果报。 要把它念书，要把它常常记在心上，也常常挂在口上，挂在口上，到处劝人。人要真正懂得冷场。道德，就不会做坏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做坏事。 是一种羞耻啊！懂得道德的人，耻羞于做卧，不愿意做；明白因果的人呢，比懂得道德的人呢，断我修善的能量。 害他？为什么他不敢做？恶？他知道作恶来世有果报啊。那么中国自古以来，社会长治久安，离异之邦怎么来？ 三个硬体设备起了很大作用。第一个是祠堂，祠堂叫小。第二个孔庙，孔庙叫伦理教育，叫道德教育；第三个城隍庙。 城隍庙是道教的因果教育，就这三样东西，社会就安定和谐啊，这三种设施，那么三种设施能发扬光大，得利于老师。 三家村里面，私塾老师，他在那里讲伦理道德，讲因果报应，啊，把这个小村邻近的人都教好了。 这种方式对于社会的安定、和谐啊，对于大众的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，起很大的作用。我们要知道。 在今天社会里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把这种精神、理念、方法再兴旺起来？哎，可以做得到。汉学院就是朝这个思路方向。 思维的啊，汉学院就像一个小土地庙啊。我们有一班年轻人真正发心放下万语，啊，一心去学习群书之要啊。为什么？ 这个东西能救国家，能救世界。现在国家乱，世界乱，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一门功课。啊，唐太宗替我们选定啊，现在还管用。 那我们的基础，啊，有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亿道经》，加上一个《沙弥略一。这是佛教的，啊，告诉我们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礼节规矩。啊，另外呢，我们要学汉字。 学说文解字，要学文言文，啊，文言文一百篇，自己可以学，啊，如果不会学，可以选择印光大师文超。 它是文言文写的，比较浅显，容易懂。啊，能学到文言文，也能够学到伦理道德，跟佛学的理论与常识。这个教材好。 那么基础有了之后，这个汉学课程，我们的想法是第一个十年不招生，没有老师啊，我们要依照。 中国古圣先贤的历练方法，完全自己来学习。啊，我们培育诗词。怎么培养法？以群书之要，所依的六十六部原典为主。 全书是要从哪来的？从六十六种典籍啊，这个典籍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召集集的一群专家学者，在《四库经史子》这三部里面选出了六十六种。 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大学上所说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所需要的教训，都在这六十六步。 当中，根据这六十六部选择它的精华，抄出来，变成一本书，这就是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的包含六十六种书的精华篇，啊，精彩片段。 啊，这个书我们得到了，我们要大量翻译，啊，收藏在全世界大学图书馆，啊，国家图书馆，不会再失传了。这是人类的瑰宝，无价的瑰宝。 啊，全书现在也都印出来了，啊，不会再失传了，啊，所以希望我们用十年时间培养能够教化传统文化的老师。我们在培训老师，十年之后，每一个人一门深入啊，尝试熏修、啊，一个人关攻一步进。 那么十年之后，就有一部活的群书之友啊，专讲群书之友，一精通一切经都会融会贯通。换一句话说，四库里头任何一种典籍，他都有能力去教导啊，所以。 我们首先的，你看，学人任选一种，读诵三千遍。我们要求他是这样做法。啊，这三千会三千遍呢，就是界定根基，一期期以自见，就是开悟。 见性啊，我们走这条老路啊，十年开悟见性是决定达得到的啊。悟，我前面说过，有大悟，有小悟，有彻悟，彻悟难。 啊，希望我们十年当中啊，有个一两个，就了不起了。大悟的就很多，啊，彻悟的圣人，大悟的贤人，啊，大悟的会很多，估计百分之八十可以到大悟，啊。 这个教学就成功了。悟后啊，再广学多闻，成就真实的后德智，后德智是无所不知。啊，前面讲的是三千遍是根本智，般若无知，无知是根本智，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现前就得定。 啊，得定之后啊，再往上提升，就是开悟了。啊，那么十年之后，我们老师有了，啊，师资圆满具足，正式开办制药大学。啊，我们汉学院到最后。 希望办个大学，制药大学。这个“治”是双关的，治学、治国、治天下。这是国际学校啊！啊，培养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才。啊，我们需求。 全世界变成一家人，啊，到哪里去不要护照了？护照多麻烦！啊，全世界是一家人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受到欢迎。啊，这一个地球上是一国，世界永远不会有战争。 世界上永远不需要搞军队了。每年花在军事上的钱多少？这些做我们福利事业的，时候都好，何必去开军费开支？啊，要消除军队，没有战争，全世界变成一国。啊，早年汤恩比有这个想法，我也是这个想法。 啊，我没有敢说，世界变成一国由中国人来领导，我不敢说这话。但是汤恩比说了，他是英国人，啊，他说将来世界成为一国，谁来领导呢？中国人领导。啊，为什么中国人领导呢？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，你看中国这个国家。 从秦始皇统一之后，一直到今天都是大一统，没有分裂。啊，罗马虽然有过一千年的统一，亡国之后再不能统一了。统一的智慧，统一的理念，统一的方法，统一的效果，统一的经验，中国人全有。 啊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。啊，用什么来支持这个信心？真干呐、啊！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忽略《弟子规》，要学，从我学起呀！不管年龄大小，不管干什么行业，也不管男女老少，统统要学。 啊，老人学带动小孩，全部都要学。啊，老人不学，这孩子的事情，小孩永远不可能成就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上行下效。啊，国家领导人带头，全国的学习都欢喜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求。 各行各业、男女老少一起学，啊，汤池是这么学成功的。希望我们扩大到全世界，啊，全世界人都肯干，那这个世界就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制药大学是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，为国家。 为社会，为全人类，培育圣贤君子人才，落实为王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的本愿啊，古人发这个愿，我们实现的，我们把它做到。 啊，在下面做了个简单的总结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一定要深深认知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。人心本善，众生本来是佛。教学终极目的就是教人。 回归自信，成圣成佛而已。我们要把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这几句话，常常放在心上，是我们这一生的。 方向、目标啊，那么要走这条路，这叫圣贤之道，这叫大成之道啊，能走得通。 释迦牟尼佛走通，文殊普贤走通，在中国传统里头，尧舜禹汤走通，孔子孟子走通。 历代贤君子很多，绝不胜举。他们能走通，我们也能走通。只要放下自己的名文利养，啊，这个东西是障碍，有这个东西走不通。 佛门比儒家讲的就近的地方是什么？就入门不一样啊。夫子的门有我可以进得了门啊，佛法的门呢有我进不了门。这是如跟佛不同的地方。 啊，所以称儒是儒士，的，佛是出世的。啊，依佛的标准，今天世界上学佛，几个是真学？太少了。啊，真学佛的人，小陈徐桃花。 大乘粗性味的菩萨啊，在大乘法里头，大分为实现十个阶级，好像小学啊，一年级、二年级到十年级啊，再上去十住。 好比是初中，社会下，好比是高中，啊，这个实现社会下的大学，啊，实地研究所，等觉得是博士班。 五十二个年级，一年级，小学一年级，入门，无我就能入门，有我就不能入门。啊，条件说的很简单，破身见、边界。 进取戒取、戒取邪见，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了。如佛法小学一年级，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没放下，不能进门，那只好在佛陀的幼儿园读书。 没有正式上一年级，正式上一年级，无我，无我在，大公无私啊！有我就出毛病了。啊，无论出家在家，要把身见放下，知道什么？身不是我。 佛的门槛高这个门槛很少人能越过。啊，我是什么？啊，我是身体。诸位要知道，身体啊，有生死啊，我没有生死啊。学佛的人要懂啊。啊，我是永远不生不灭。 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个很浅显、大家容易听得懂的话：真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生活。那这些东西啊，是妄心变现出来的。妄心不是我，啊，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妄心有生有灭。 所以，身不是我，啊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哎，身体像衣服一样，这我所有的，啊，衣服穿脏了，特要换一件；身体坏了，换一个身体。啊，所以身体不是我，啊，我所有的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。 世间人执着身体生活，所以对于生死，他有恐惧。佛没有恐惧，啊，为什么？身体不如衣服，用了几十年了，不好用了，换一个，换换洗洗的换一个，啊，不会生苦恼的。啊，边界是两边的，啊，就是分别。 啊，两边是错误的。啊，现在人讲的相对，佛法里头没有相对。为什么？它是一体。啊，所以没有两边。我是一边，我的对面是人，嗯、这就是相对。 啊，佛法怎么看人？人人都是佛菩萨，就对了。啊，我也是佛菩萨，人人都是佛菩萨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所以要肯定。 佛菩萨的教诲，句句是真的。他讲的太深，我们不能懂，慢慢的学，慢慢就会懂了。啊，循序渐进，按部就班。但是佛说的要做到，是不是？叫我们放下身洁？啊，身体能放下了。 身体所附属的，当然就更容易放下了，啊，我都能放下，我所当然很容易放下，啊，财产我所有的，地位我所有的，啊，事业我所有的，那这是我所有，不是我，我跟我所有的哪个重要？我重要。 我所有的不重要，那你身体也是我所有的，也不重要。那什么东西重要？灵性重要，啊，智慧重要，道德重要，这是要抓住的。啊，抓住这些东西，佛告诉我们，最重要的就是真果。 不是没有我，有我，有真我。真我是什么？是自信。这个才最重要了。啊，把真我找到了，就成佛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大成就毕业了。啊，要把真我找到。啊，假我，暂时可以用，绝不放在心上。 这就对了，啊，让心永远保持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啊，决定不迷糊，觉而不迷，啊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啊，这个东西重要，所以行道。 才见真理，真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心是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在道上。这个道就是成佛之道。啊，中国传统的这个道是菩萨道，它通佛道。 往上一提升，就是佛道啊！所以行在道上，你才会见到真理啊！那我们今天连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都没有做到，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真理很模糊，半信半疑。 啊，见得不真，见得不透彻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啊，悟道呢，才生智慧，悟是开悟，就是前面讲的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到真正悟道的时候，眼睛见到开悟，耳朵听到开悟，身体接触到开悟。 六根皆熟，六尘境界全开悟，佛法学学妙啊！啊，到这个时候就大彻大悟啊！啊，所以明心见性呢、啊，啊，做到能度众、就、生、是、啊！我们把自己学的、自己修的、自己所悟的。 通通做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自自然然就叫独众生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大家看到了，对你仰慕，对你升起信心，自动向你学习，了道才是圣人，彻底明了了，这是圣人，这叫佛陀。 啊，我们要勉励自己，要真干呐、啊！这个法门稀有难逢的、啊，啊，我们老师都不在了，啊，老师的照片在，你看看，我每一个讲堂，摄影棚，都悬挂老师的照片，没有一天离开老师。 没有益一天离开佛菩萨，啊，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，啊，每一天都面对面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有个恶念，就想到怎么对得起老师，怎么对得起佛菩萨，怎么对得起父母亲。 啊，天天要看的、啊，不能有一天忘记啊！旅行也带在身上啊！啊，在旅馆房间里，我就把照片供在房间。啊，我们要教孝，要教人，要教义，啊，样样都要做出来教人。 啊，后面有两小段总结：天地贵人，能猎人。人是仁慈、博爱。啊，人是两个人，婚姻的字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猎人是，是自己在人道里头站住脚跟了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不会失掉人生。啊，即使在六道里头，你生生世世在人天，你不会落上我。了。真诚为人，能服人。啊，也是昨天，我们跟这边的老师校长，啊，有个座谈会。 校校长老师都好，啊，问我怎么样才能够，诱惑现在的学生，现在的学生没有耐心，浮躁，啊，不好学，怎样能够诱导他们？这就真诚为人。 真诚心对待学生，学生服了。啊，我呢，通过实验，抗战时期，我是流亡学生。啊，十四岁就流浪了，要自己照顾自己。以后国家办个学校，收留流亡学生，啊，这个学校是公费的。 我们生活费用是国家付的，啊，老师，我们不知道家在哪里，父母都去世了，啊，唯一的联络的地点就是祠堂，我们写信就祠堂，如果父母道他写这样才会联系，否则的话没有办法联系。 啊，做流完小生，校长老师，把我们看作自己儿女一样看待，照顾的比我父母还周到。我们对校长老师那个感恩的心无法形容。我们同学在一起，啊，在台湾的时候有一百多同学，每年有一次聚会，亲兄弟姐妹。 啊，谁有困难，大家都来帮助。啊，我们没有这两个学校在台湾不能生存了。我一个人在台湾，没有亲人，啊，没有依靠。到台湾碰到一些同学，这联系起来。 老师真诚，校长真诚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慈悲忍让能胜人，三界通达能帮人，这真能帮人。阴阳协调能做人，啊，这做人基本有的原则。啊，违逆伦常就不是人。 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，左丘明说的，在《左传》里头，人气长在妖心，人要把五常丢掉了，仁义礼智信没有了，就是妖魔鬼怪，那就不是人了。啊，所以幕后几句话呢，我们要记住，啊，这个是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。 感谢恩人，原谅仇人，不要记仇，希望仇人都能化解。啊，不要跟人对立。啊，他对我有仇恨，我对他感恩，这个仇恨就可以化解。啊，帮助苦人，救济穷人。 要调服狂人、狂妄无知的人，祈祷愚人，感化恶人，鼓励善人，检测烂人，觉醒啊，心却迷人啊！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把这几句话记住啊！ 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常常相处，他是什么样人，我要什么样心态去帮助他，啊，去成就他，啊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常有成就别人的心，别人就会成就我们。我们冷漠，不不关心别人，别人也不关心我们。 所以，许多年轻人自杀了，为什么？啊，他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很苦。啊，没有人真正关心他，没有人真正爱护他，活得无聊，却自杀。而且都是高学历，啊，大专学生，啊，甚至于硕士、博士生。为什么会这认呢？ 一定有原因，把原因找到，原因消除，这些人回头都是好人了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放在心上，要学好人，学贤人，学圣人，学佛菩萨。啊，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就到此地圆满。 谢谢大家。